那我们在因缘法里面讲，随顺因缘，随顺因缘，它讲的是清净实相。这个因缘法是空，你的行为是完整的，在这里是全面不伤害，你内心不是在做移位的动作，这样很明白嘛？可是人其实常常在由前一念一直往前推，这个是让自己把过去现前到现在，把现在顺势推向未来，无明的深渊，这冤不冤呢？冤，冤大头自己。那如果说我们三世来看呢，刚的世就这样啊。那你要破除这个世，你人还是继续在什么？继续在爱取有啊。你要破除这个世，你根本没办法破。你习惯性的爱取有，爱取有，爱取有，只增加不会减。而且用新的爱取有去替代旧的爱取有，就是更冤。所以修行就是看明白，看明白这个爱取有是非常，非常恐怖的一个点，对不对？那你能不爱吗？人是活在爱的召唤中，你没有被召唤，有人爱你，你活不好。要取得某一种感情的联系跟那个肯定，让自己的爱成立，取那个满足，有生死。但是你要度化众生，也要用爱给他呢，对不对？那个爱只是感觉不离投缘，清净的话，就是旧法而说嘛，对不对？清净的上面是不叫爱的，但众生在这上面一解读不一样。纵使你跟三宝结的缘，它是杂染跟清净参半，所以这种就是很微细的。那我们再讲啊，既然投胎啦，是啊，名色就出受胎，六入总说啦，住胎处就是出胎之后的接触。受对境的分别，五六岁以后就是会有这种作用。爱对境产生一种解读决定性，然后欲望去全面广求所有的一切。有就是由贪爱造作了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作业完成，你就把它完成了嘛。身依着你所造的业力产生了事实，那如果这个身投向未来呢，那就是后面的身了。如果此身呢，此身应该就是在讲我们正报的本有的状态。老死是变化，这个无常转变根败身亡的现象，就生命结果了，它的结果就是会老死。那这个流转要知道，这个流转知解就好了，不要修流转，流转不用修，重点是还灭。那这里面我就不再讲流转的啦。根据这个论述，是大乘阿比达
《阿毗达摩杂集论》里面，它是这个是在讲顺，黑板这个是在讲流转的经论的辅佐。他讲到啊，无明有两种业嘛，持诸有情所有业福。先讲了啊，无明之有两种业，一令诸有情与有余痴，二与行作缘。也就是无明就是扭余痴的现象，那这个愚痴就会马上采取行为。行有两种业，令诸有情与诸趣中种种差别，二与事作缘。就是你只要内心有一些行为，有形无形都一样，只在里面有采取行动，你就会在哪一趣里面就有了你的那个方向趋入，那就跑到那边了。那趋入当然一定有认知在前头，所以是有二种业：一持诸有情所有业福，二与名色作缘。你既然有了那种想法、那种行为、那种结论，你就会有感觉，你的情绪就在里面，所以就会包袱你自己，会把你自己绑着。所以如果你哪一天发现什么东西把你绑着，你就必须去参这个点，你的这个事，你的这个绑着的这种会让你一路往下走的。名色有二种业，一摄诸有情自体，二与六处作缘。这很容易懂，就是名色，你这个受精卵这个胞胎慢慢就会让自己完成，然后保护得很好。六处有二种业，又叫六入，一摄诸有情自体圆满，二与处作缘，也就是让你整个发展功能齐全。那这个功能齐全，大家是不是很习惯它齐全？就是福报顶好，你会习惯看不见吗？一点点看不见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嘿，六处有二种业。摄诸有情自体圆满，是不是很不适应？对不对？与处作缘，条件太高了，以后要放淡一点，胖就胖，瘦就瘦，看得到都看得到，看不到都看不到，吃甜吃咸，甜就甜，咸就咸，甜咸各有其味。这是近代的一个大德说的，哪个大德？弘一大师说的。对这个六根呢、啊，就是第一轮我们讲了很多啊，你六根不修啊，所有的一切里面都是难过的，不是不了解，但不需要在那上面太多。有时候听的太多，是觉得哎，真辛苦了，真真辛苦。好，处有二种业：一令诸有情与所受用境界流转；二与受作缘。这个处是遍及所有一切的，六根对六尘，时时刻刻都在处。你自己所受用的境界里面，就不断不断的跑来跑去。上一次的课程有给大家补充《楞严经》的资料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会去追那个东西，你会去追，只要有色则现前，你马上，如果你好色的话，如果 你
味道上面有味道的东西，你马上流转去追，你就是一直去追，这就是向外奔放而去，这心外求法。你为什么不回来？点点啊，如如不动，为什么不能如如不动，而要一直去追？有时候自己追不够，还叫人家哎，赶紧赶紧，你看你看，叫人跟你一起追。你听你听，这多好听啊！你看多好听，人家要是听不懂，真笨，不会欣赏。到底是自己太活泼，还是别人太笨？以前我碰到一个人啊，他春天就是忧愁。他就忧愁，绵绵细雨啊，秋天更忧愁，秋风扫落叶，看到枫红就那边落泪，夏天还是忧愁，就觉得热浪难以忍受，冬天不好活，就觉得这大地太酷寒了，冷死很多人，365天每天都忧愁。然后他就觉得活着是没有什么意思，大家就问他，那你活着没有什么意思，你想要怎样？他说活着真的没有意思，可是又很怕死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一有什么病，那个医生呢，就追啊，从这家追到那家去，药是从这个方子吃到那个方子，每天就哎，我这里会有点痛，哎，我这里有点酸，哎，我是不是骨质疏松？那你不是365天都忧愁，就活得不好，为什么怕骨质疏松？你为什么怕？你为什么怕？修行人，你为什么怕？我在想要活较好。啊，我要靠后边那里戏。你说阿妈是爱活好啊，要死才够讲，是不是都这样回答？你一直要求那个最高的答案，最满意的答案。说起来，那个贪变一切，那贪是不是变一切？老实说。所以三界一定有份在欲界，就是你依报的环境呢，变一切啊。所以讲触受呢，令诸有情与所受用生果流转。你受了之后，就产生了这个受当下的这种触动了。触动之后，你就。开始会有取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回到一个原点，就说清净受，所有什么的受都化为清净，那就是你的机体反应跟你的觉性在生活，你是用什么在生活？如果你是用正等正觉，就是觉性在生活，所以有一切就是实相毕竟空的道理，就是清净受啊，那个就叫做觉，就是所谓世尊讲的见闻觉知嘛，就是无是非的见闻觉知，但是众生是有是非的见闻觉知，这是入佛之见。如果你能清净受，也知道实相的道理，这里面一切就没有问题。要学爱有二种业，一引诸有情流转生死，二与取作缘。这个有情流转生死都是因为爱，心中去检核看看你爱的对象，还有你爱的属性，
你爱的答案。如果你爱的属性是哪一种？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道情，那你爱的对象，这个简别可强烈的爱的对象，笑脸相迎；憎的对象，就希望永不相见。这种爱啊，会让你的生命处处都是伤痕。取有二种业，一为取后有，令诸有情发有取事；二与有作缘。也就是你取，当然后面就取了，当然就有了。那有，你既有取，而且也有，这个就是会取这个事嘛，这个事就成立啊。其实受的时候就成立了，只是这个取具体行动跟有是前后关系。有二种业，一令诸有情后有现前。有的话就是把空无变成有，这是造作让它有。那第二是与生作缘，既然有了，就是直接完成。生有二种业，一令诸有情名色六处触受次第生起；二与老死作缘。生的话，那就一路顺走啊，不再重塑。老死有二种业，一树令有情十分变异，坏少胜故；二树令有情寿命变异，坏寿命故。老的话就是会从年轻啊慢慢变异，不再年轻。死的话就是让有情的寿命变异，而最后寿命会终止。这是《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》里面的一段。那这上面有很多解释，我相信同学都知道，我们就不再重讲。那我们看这个无明跟行是过去的因，过去的因不可逆转，所以你不用从过去的无明下手，你从现在的无明下手就可以了。那过去引到现在，所以过去的无明跟行是过去的因，能引之业因。那我们生命都是从这样而走来的。是名色六入触受，这个是现在的果。那现在的果就是过去所引的业果。那每一个当下是不是也可以无明？比如是你在分辨所有的时候，其实你会产生无明。但你触的角度啊，触接触啊，根尘相对的时候，这个触的当下也会产生无明，这是现况的。所以你了解过去的因果是无明原形，是名色六入触受，这是现在的五知叫果。这个果上面不要再造成无明的因，这是经论里面提示最重要的地方。那我们的现实身心活动的过程，由过去拉到这样子，这是过去过来的过现二重因果，这是经论的理论，就是这样讲，这是过去到现在的因果关系。那从现在到未来的因果关系呢，爱取有这三个就是现在的因。那能生的苦因，这两个完成的时候，有因就会有果。生跟老死就是未来的果，这是所生的果，这就是现未二重因果，就是由现在拉到未来的二重因果。
所以这些因果，这些总说就是祸业苦，因为我们第二轮呢、要把名相给弄明白。这里面的祸业苦啊，讲到啊，无名爱取，这是三种烦恼，这叫祸。行有属业，是道受跟生死，这七个主题叫做苦，所以叫祸业苦。众生都是在祸业苦里面啊，总说都是起祸造业，所以才有苦。所以重点是在起祸，所以要掌握这个祸，要懂得把它看破啊。刚刚讲行跟有，这是属业道，行是过去，有是现在。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，这属苦道。所以祸业苦三道是一切有情轮回生死的总纲。所以如果依祸造业，由业就会引生苦，然后有苦的时候再起祸，再造业，然后再感苦，然后苦的时候又起祸，然后又造业，又感苦，所以没有穷尽生死轮回，叫流转。好，名相介绍到这里不讲了，回来讨论苦怎么办，祸怎么办，业怎么办。如果当你苦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苦的觉受是主观的，那这个主观是为了保护自我，总归就是保护自我你才会苦啦。你如果没有要保护自我，根本就不会苦。所以一有苦的感受，你就马上指认我在保护自我啊。自他当中，如果在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会感受到苦，这里面夹杂的有爱。你跟对方相处有苦，一定有爱，你才会苦。你没爱怎么会有苦？你那个苦绵延不断，一定有爱嘛。你跟谁相处你会觉得苦？跟爱人相处你才会苦了。当然了，跟恨的人相处你也会苦，其实爱跟恨其实是同样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看到祸怎么办？我们讲啊，祸怎么办？你如果看到祸的时候，教过很多次啊，看到祸的时候怎么办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先放空。你看到迷惑的时候，先让自己放空，不要马上很聪明的要去抓，你要让自己指认这个祸是刹那看不明白。那这个看不明白，看自己明不明白。祸的产生是一定有人事物才会有祸，你不会坐在那里就祸了啦，不会啦。你打开自己的左手，知不知道这叫左手？打开自己的右手，会知不知道自己是右手？如果你是说我为什么有这个指纹，手为什么长这个样子，那这种祸是对这个物件的祸，其中祸是没什么必要啦，这是没有必要。你祸一定是有人事物关系法自他才会有祸。当这个祸产生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祸投向对方，不要想去理解对方，而是应该清静的看周遭，清静的看自他关系跟
这个所有的一切如实，如实的去看这所有一切。当你如实看，不把这个货投向，奇怪，哪有这种人，真搞不懂哎！啊，这种人 变成你怀疑的对象，你错了，你迷惑的点不是这个人，货的下手的点是回来看自己。那你要看清楚环境里面的实相，是你在看环境，也就是你独在看环境的这个部分，你要超越情感去读。你如果用情感去读外界的一切，它总是会有苦，而且会有祸。所以你在读所有的里面，要用清净去读。那你清净读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是祸。我们的祸基础上是自己弄不明白，但是这个不明白是因为是局部。所以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有苦，就表示刚刚讲过有什么？有爱。有爱为基础，你才会苦的。对不对？你有爱的为基础才会苦啊。那你看众生苦不苦？看众生苦不苦？所以要发展出没有是非的慈悲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是非的慈悲，是不是就是一种理性？也就是你的佛性嘛。它不会因为众生的这个苦而你很苦，不会。你会明白知道他的苦，但是这个苦不是自己的苦，却能很明白而有慈悲。这样子苦是不是跟慈悲就连结上了？这样懂意思？那你自己的祸，你自己的祸就是因为你不用无是非去看世界，你才会祸。如果你用无是非，真的用无是非去看世界，你就每一个点都在认知而已啊。你每一个点都是在认知了别，认知跟了别它是不会产生其他的东西的。你就一样一样一样，你了别到什么程度就是了别到什么程度，你认知到什么程度就是认知到什么程度，它永远都是光明，只是它是几烛光这样子而已。那你如果想要透析这些，它需要有非常有经验跟严谨的理路，那个不是一下可完成的。那我们再说业，对于造作事情，就是完成它任何的身与意的三业，这个三业都是由习气来牵引的，身口意其实都在习气中。你要苦就知道情感，情感里面有理想你才会苦，你没有理想怎么会苦？这理想是自我建构的啊，这理想自我建构的。那祸记得了哈，业就看习气嘛，就知道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气，这所有一切就随顺因缘啊。随顺因缘，它根本就没有负担，因为因缘是清净的啊。众生从无始以来都是或业苦或业苦，跳不出轮回。辟支佛，他就是观察到这个点。心中升起了这觉醒，他知道啊，原来就是这样。你要看着自己是这样子哦，那要用这个般若的智慧来关照，来断除自己的惑业，抽拔出来有情的框框。娑婆众生就是有情嘛，哪一种情都是情嘛，
爱人是一种情，爱物也是一种情，想拥有是一种情，失去就会感受到失落，对不对？那无限的生死都是被这些绑着。辟支佛他就观察到这一点，他觉醒了，所以正解脱。那我们现在就再来讲还灭。我们看呢，这个老死现况中都是无常在转变的。那倒着回去，老死怎么来？就前面有生嘛，就是投胎，投胎做人，所以就是有生。那你为什么来投胎？就过去有意识了吧？就过去结构了那么多意识的有，所以你来投胎，你能拒绝投胎吗？你能拒绝吗？凡夫根本是无法拒绝的，所以我们会有愿力。你要愿力大过业力，还是业力大过愿力？业力是习气啊，愿力是清净的啊，所以你有了那些意识牵引而来，那有是又怎么来？是妄取而来，倒推回去嘛，就是妄取。那妄取为什么要去取？因为贪爱心嘛，所以就是爱。再类推回去，爱是从何而来？就感受，而这个受不清净啊，这个受不清净，跟自己绑在一起，跟自己绑在一起，由自己在分别里面做了个抉择，强化这种抉择。那受从何来？六根接触六尘，就是有六境而来。那触是从何而来？因为有这个六入嘛，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。那六入又从何而来？从名色而来。名色就是父精母血投胎的那个当下。名色从何而来？阿赖耶是投胎的。所以这个业识从何而来？从过去的行为，啊，过去会造作这些行为，就是无明的驱使，所以一路不能自主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逆观十二因缘，你要看你哪一支最严重。每天都要升起一念，那这种人念念当中就升起引发行为，就真的会去照做；不引发行为，就会有一些妄想、杂念，对不对？妄想啊、杂念啊，虚幻不实。所以像这种人，法门就一定得用了。那如果你是这一念之后就产生的行为，这行为上面就直接去做，这种人戒律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现况中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要看啊，如果你是妄想杂念的，妄想杂念很重，你不会去采取行为，这个定的功夫就要了。这法门很重要，所有的法门第一就是为了定，降服这些妄想杂念啊。如果你一妄想就直接起身去行去说，那就先把戒修好，戒修好，你不用管这是为什么，你先要知道它是不可以的，止持的部分它就是不可以，你没有第二个理由，就是不可以这样做，先把止持管好，
这样会分析自己。那我们看怎么样才能够没有老死忧悲苦恼，就是不要去受生嘛。那不受生就不要造业，不要造业就不要娶，不要娶就不要爱，不要爱就不要随便乱感受。要不感受不是当个木头人哦，是清净兽，要不然哪天火烧屁股了，你就火烧屁股受痛，痛是一种感受呢，其实不一定会烦恼耶。那如果要不受，消极的办法就是不触，积极的是清净受，受消极就是不触嘛。有的人就是我害怕去感受，所以我不要接触，那是一种消极的办法，也是办法。不要讲积极，应该讲正常的是清净受就好。那不要乱用这个六根，六根是可以拿来用的，但是不要乱用。在六根门头要懂得它是功能，它是让你生命能运作借假修真的功能，它不是拿来造作的工具。如果你把六根拿来造作，你的事会增加很多很多。如果你把六根拿来修行，借假修真，那是妙啊，可以妙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六入啊，就是不要乱用六根，就不会有杂乱的六入嘛。要没有这个六入，就不要产生名色。要没有名色，要空掉这个事嘛。要空掉这个事，就不要行，就是不要乱做乱身心的行为，就要破无明。所以无明一破，生死自修。这个无明在哪里破？在现在破。无明不是过去可以破的，也不是等到未来破无明，破无明都是现在。所以想求解脱生死，就要下功夫。那这个无明破的时空，就是般若观照。观照到的时候，这个无明就不存在。所以无明跟般若不同存，对不对？无明跟观照会并存，但这个观照是一种作用啊，它会并存，然后之后消弭就没有了。那般若跟无明不同存，那我们要观察这个无明啊，无自性，它本身就是空。知道这个无明是一种虚幻的，凡夫就是不觉，所以迷叫无明。菩萨知道这刹那不明白，可是他会有定跟这个观照。般若现前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刚刚无明是幻，刚刚的无明就是幻，现在就明了。那个无明也不用谈进不进，做完了就没有进不进的问题。所以要练习，这是要练习。当你心中有飘忽一念过来的时候，这一念不要采取行动，不要那个冲动型的，就去采取行动，就把所有一切
用清静读一遍，再采取行动，观照般若智慧现前，这所有的一切就不叫无明了，就在实况中。这样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，那个时空就不会拉很长，它就变成没有执迷这个我，也不产生这个法，所以当下就没有我跟法这二相。这样同学有没有清楚？我说的很简单，做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修行其实啊，这个刚刚讲流转门是解，幻灭门是行。幻灭门就是讲的你这个办法的运作，开悟都不是过去开悟的，也不是下一秒开悟，所有的开悟都是现在开悟。开什么？悟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悟实相啊？啊，开你要讲时间，那就是要开始嘛。你要开这应该就是说没有遮障嘛，没有遮障，就自然现前嘛。那修行都是从无明下手的，无明的契机都是现在，现在的状态是触，现在的状态是受，现在的状态是爱，现在的状态是取，都是可以是现况。当你要取啊，有的人要取一个东西，你要取的时候，会关照的人在要取的动作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自我内心，我为什么要？会不会？我为什么要？然后纵容自己的人就会说，大家都嘛一样，我要了一点也没错，那个就是大家都是凡夫，我也是一个凡夫，其实他同义词就这样了。那你如果要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取？我为什么要取？而这个取的背后是为了什么？满足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贪？你会去赌，你这个取自然会怎么样？自然会自我微调，会自我修正的。你会有谴责性的取。那世尊教我们的，他不是用取，他不是用取，取是救于什么？是救于凡夫意识之下，所以用取这个字。凡夫的意识之下才用取，不是凡夫的意识之下，那是叫因缘，他就不是用取啊，就叫缘起而有，缘灭而无，他不用取。所以如果有人去盗取你的，盗提你的款，你会怎么样？缘起缘灭。对不对？最高境界，有人喊最高境界，你说这有点办不到，你练练看，在业果中检核自在。同学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有些时候只有突发的状态，只有在突发业果的状态，你才会知道你那个时候的无明是多么的无明。所以业果当下，业果每一个点，业果的当下就是你证悟体证得到答案的当下。在这里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总说，
所谓众生呢、啊、就是无明。如果能够了解自性本清净，能够发生觉照的功夫，就是觉性的作用可以发展出来，基础上它根本就没有无明的存在，那自性也没有束缚，所以也不用谈解脱，所以无无明也就自然是不存在，也就是尽。那既然没有无明，也就没有生死，生死如果没有的话，还有什么要解脱呢？其实大家就是怕生死这回事嘛。那菩萨行深般若是用一心三观照了一境三谛，了达无明当体，即是真空实相，所以乃至无老死也是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十二因缘，跟大家做个总结。永嘉大师说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就是无明当体就是实相。你看你所有的一切的想法都是由觉性而发展出来，只是你片面不能够厘清所有一切。今天你有正确的知见，越是了解越看透它原始的相状，就是实相。所以如果你看得透明白它，那这个无明是虚幻不实，也就不需要在针对无明去做什么样的功夫。所以无无明尽，就是能空之空亦尽，亦空，也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无明是空，然后之后你了解空的这个概念也自然不存在。那这个就是般若的真实意。修行要破除我执无明，那法执无明也是要破除的，要遣除。那这个就是对于十二因缘有一些就是总结啦，结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四谛。四谛是在35页，这35页讲无苦集灭道，是破声闻的四谛法。这个十二因缘其实也是四谛法开出来的，它是一个开合而已。无明、行、爱、取、有，这五个是集谛，也是它的因。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身、老死，这七支是苦谛，因为它会引发你真实苦的感受。观因缘智为道谛，也就是十二因缘，你观顺观逆观这个因缘的这个智慧就是道谛。那十二支灭了就是灭谛，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其实就是四谛法开合。那佛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办法说给我们听？因为每个人理解的方法方向不一样，所以为了适应众生的这种根器。那总说啊，真空实相的道理，究竟解脱，没有凡夫流转的十二因缘，也没有圣者还灭的十二因缘。那要讲到四谛呢，那也可以了解而破除它。那进入这个无苦集灭道，我们就了解苦集灭道叫四圣谛，就是圣者所悟的真理。从这个四法而修，可以超凡入圣。你从十二因缘就可以破除你生命的结构，四谛法可以超凡入圣，进入圣者的世界。其实苦集修完成就是道灭，苦集苦，你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道？
即不再有的时候就是灭。那你也可以说苦即就是灭道，你即没有了，也就是你的办法，你的办法修了之后就没有苦，是不是就是灭？所以苦即就是灭道，或是苦即就是道灭。那如果你看实相的话，你在当下根据实相而这样运作的时候，就不是苦跟集，它不苦也不是集，是无为的。那这声闻修这个苦集灭道，是因为佛陀的开始，基础上先有主观了解三界生。